大家好，我小峰。真实名开始做一个系列测试 680U 的极限性能，毕竟都约等于 1050 Ti 了，大家满足足够的帧数的同时，肯定对于性能有一定的期望。今天这期视频我们来测试一下地平线5，我会分别对比开启关闭 FSR 2.2 的效果。看一下画面设置，1080p FSR 2.2 性能，图像默认极端，